日前，德国联邦议院选择党党团主席魏德尔公开指出，西方给乌克兰许下加入北约这一根本无法兑现的承诺，犯下灾难性的历史错误。制裁无法结束乌克兰的战事，各方需要的是现实、清醒地看待地缘政治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，这种看法很理性，乌克兰问题早已超越俄乌双边关系范畴。事实上，早在1997年，美国前驻苏联大使乔治·凯南曾警告，北约继续东扩将是整个后冷战时代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。2014年，基辛格博士说过，乌克兰绝不能成为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前哨，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一条红线。2015年，美国教授米尔斯海默表示，美国在奉行门罗主义的同时，始终没有停止把乌克兰拉进西方阵营。俄罗斯作为大国，绝不会同意美西方这样做。赵立坚介绍，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托马斯·弗里德曼刊文指出，在这场乌克兰危机中，美国和北约并非无辜的旁观者。美国关于北约东扩的政策，给乌克兰危机这场冲突大火添了一块巨大的木头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这些公正、客观、理性的分析，未能形成美西方和北约现实版的政策。中方始终认为，一国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，地区安全不能以扩张军事集团来实现。乌克兰问题早已超越俄乌双边关系范畴，在北约连续五轮东扩情况下，俄罗斯在安全方面的正当诉求理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。